你觉得我们总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觉得他很有趣哎，他平常呢老是板着一张脸，他其实是面恶心善。你喜欢他哦？徐思思是。I don't like. I don't understand. 那个徐思思。I understand. No. 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欢乐台，遗憾拼图。